Hello， 大家好，瑞文です。好，武道会史上的第二章 L.O.， 我们的这一章天津饭圆饺子已经完成它的极限在觉醒啊。然后极限之后的实力其实相对来说还蛮不错啦，虽然说就没有第一章那一个纸笔客那么惊艳啊，但是在输出面上，这个天津饭跟饺子真的是很猛一下啦。队长技方面是全属性气力加三，血攻防120%啦，然后必杀效果啦，不管是超必杀或者蛇气必杀啦，都有那一个防御上升，所以他的连击越高当然是越好啦，可以把他的那个基础防御力给拉上来。然后本身被动的话就气力加二，攻防100%提升，然后每一次攻击气力会加一。在同一个攻击参加系列当中啊，亲友直判类别的我方存在时啦，气力会再加三，中确力会新，然后气力调14以上，攻防50%提升，气力调16以上，攻防100%再提升，然后气力调18以上，必定追加攻击，高确力必杀发动，气力调20以上，自身的会新发动力会再加多20%，然后会使攻击的敌人必杀封印这样子。整体而言都还蛮不错的吧，至少就是在会型方面，然后只要达到27，我们就不太需要担心了。所以在潜能点面上的话，我们就直接给他连击就好了。我这张是开了一路啦，所以就给了17连击，就全部主连击就是了。然后这样子 ，OK。然后后续的几届武道会官方也会陆续的送这一个天津饭饺子，所以后面应该是有机会啦，把它给采行上来啦。连接这一张的话我是练到满啦，那么这一次的话就把这个天津饭饺子给拿出来用一下啦。它的卡面讲真是还蛮好看的，就那个年代来讲真的是很棒，那个煞气是有在的。OK， 那么这一次的话就把他们组在这个亚木甲的队伍内，然后可以大家都获得200%的队长技，然后跟他连接的话就是这一张顶上的天津饭啦。好，那么就 vs Sally， 最后的属性是隶属啦，比较好打。OK， 所以啦，一登场啊，就是 Link 有到位，然后辅助也到位，直接塞 Q， 你去哪里塞 Q 你？对，那么这边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啦哈，除了洞洞博之外啦哈，全部连到满，洞洞博这边是差了一个15%的攻防啦，对，163,000，然后会乘以150%，会提升150%，然后乘完150%之后再乘以 1.3、1.6 之类的，看他连击，但是防御力啦吼可以达到非常非常的高就是了啦。那么这边就こっちです。さてさてどう？天津饭本身克数所以没有问题啦，然后每一次行动攻防再上升546,000。さあ气功炮，哇，这个真的是很猛，超喜欢。16万，32万，40万，然后52万，如果再开必杀的话，又再次提升60到70万之间的防御力可以达得到，相当的猛啊！这个我们的天津饭饺子，而且那1141万的火力，配上50%的彗星，啥？然后高确力连击必杀失败，然后潜能点连击失败，压力压力，真的。可是那一个火力大家有看到吗？1100多万，哇、哦，那个真的是超猛，真的是超猛，好猛哦！一夜啦一夜，真的是一夜。然后这一边就先收掉这一轮战斗吧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こっちです。嗨，两位亚木甲，而且克林跟亚木甲的连接啦吼是最棒的，可以这么说，65%。啥？这样彩星大佬啦吼。他是把连接练，没有，他的潜能点是点到32点的回避，超夸张的。
不是吧，377万敲不死，也没有直接把他给轰烂吧，有没有假，再连多一发。OK nice， 碎了要不加，来，再救，我靠，呵呵，好没好没好，好啦 ，OK 这一边的话，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小辛苦，这么个摆法我看一下，好了，大家全部都跟这个悟空连不到，25万，172,000。17万2，奇怪，这么防御力好像变更多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因为刚才那个武道会的记忆触发上来，所以他的整体能力又上升了，差一点就忘记掉啊。这边没办法满哦，差了一点，哦，算了，这个就影响不怎么大。对，一个贼没有辅助的情况下是都哦哦痛，559万。啥气功炮吐，328万，这样子的话顶上这一张然后就千万的输出了嘛，还配上彗星，他的彗星力也是蛮高，也是好像是中缺力嘛，官方给天津饭的能力好像都是类似这样子，连击连击连击，不过还蛮棒啊，这个是这一点是真的很棒。啥没有辅助的情况下啊，有啦有啦， supporter memory 10%，1000万，不过就这一个火力来说我觉得是 OK 的啦，1500万，如果彗星的话啦齁，这边就2000万的火力啦，5725万，哎怎么5700万，572万，呀嘞呀嘞， OK 单回合3000万的火力，哈哈哈哈，罗明啊算是 OK 啦，不过可惜的就是他的最佳搭档啊齁，顶上的那一张天庭饭没办法去打更高难度的关卡，所以就小遗憾，但是就这一个火力值在那一边啊齁，就真的是有够顶的啦，只能这么说，超级顶，哎超级顶。对，这一边的话啊就这么子，这一轮我希望直接解决掉他。对，两架，然后下一轮就可以去面对新的敌人了。杀得到，一个嘞，两架，1051万，猛到靠边。OK， 直接灭杀。对，那么来到这一边的话。就有一个雅奇洛贝拉齁带来的多少趴，雅奇洛贝是给了20%的攻防，哎，这边有20%的攻防，对，29万、17万2跟32万，啥的啥的，这个样子。最后的话要开一个 wish， 因为第一张的天津饭啊齁，顶上天津饭真的会受不了，那么 let's go，应该会超，也是可以破千万的火力啦，588万，我们的这个他的被动大概也是要叠满的啦，这场天津饭是啊，都是单回合千万的火力啦，现在蛮容易可以打到的，这一面非常很猛，而且顶上天津饭也是有自己的这个最佳搭档的1104万，你给你讲这个火力还蛮棒的，然后连击572万，而且上一轮千万的必杀彗星之后就2000万了，大概率蛮简单啦，啊，这一张天津饭饺子可以做得到单回合3000万这样上下的火力啦，以一张武道会 LO 来说的话很 nice 的，尤其是他开完三连必杀之后的防御力大概有一个80万这样上下，而且我这张是只开了一路，如果是彩星的话他会更猛，我觉得这一点算是还蛮 OK 的啦，那一般也是因为有辅助的搭档啦才能到达这么样子的威力，如果没有的话就不可能啦，对，都看就稍微收一收吧，后期才会比较好打，不过下一轮很危险，都算了，呵
对，这个悟空到现在哈、哦，被动一下都没有跌到，可能最后会因为他挂掉。然后下一轮也是很危险，在会有很痛的攻击。OK， all right， 也不知道撑不撑得住哎。这个样子，哦，满连接哦，他插了什么、啊？哦，精确的辅助哦，这样子他会更猛哦。163,000，350,000，这个位是绝对要开的啦，这是绝对跑不了的事情。嗯，对。卡兰哦，最后懂这个样子。呀，才只有100,000啊，我觉得会被敲爆哎、欸。虽然说有威塞啦，不过被敲爆的可能性很高。哇，55,000，没死，1141,000，好的，刺我一炮，天上591,000，W 动动波啊，连了个普通，真是。然后下一轮悟空就可以进入复活状态了。OK， 654,000，这个算是我们的天赏的最强状态了吧？辅助到位，连接全满，死哎、欸！莫得，哦吼，有没有机会单回合就灭掉这场赛鲁呢？再来，哦，有机会哦。最后亚基洛贝有超高确立的彗星。天赏刚才差一点被干过，擦 ，OK， 一回合 KO， 碎啦。好，那么这边的话，我们的 Goku 一个子，Yamcha， 索卡，对，我们来看一下 Yamcha 的演出吧，一个子。見せてやる。決めてやるぜ。そうきたん。其实那个武道会出来的克林利克林、啊，然后跟这两杨木家的相性很好，而且还可以帮杨木家扛一号位。可是虽然说这样子，杨木家的那个最强能力没办法全发挥啦。OK， 这边死了，哎，也不可惜，所以就可以蛮随意的。对。こちらです。さあ、よし。对对对对，你们怎么会回避？等一下死不去不是搞笑？不过没关系啦，悟空应该是会挂掉了。然后好友大佬这一张彩星是彩星，不过还没有点到任何的彗星。那么得855,000，而且下一轮啊哈，我们的克林啊。会有40%的辅助给天津饭，很棒。有。OK， 所以我没诺马克达。OK， 对，虽然有可能会开到多看木，但是，有180,000的防御力耶，这样的话啊，不过还是有一点要，有点远嘞，算了，多看木有干，克林来开就克林来开吧。不过我相信我们二号位的 Ten 赏轿子还是有机会来开招的，然后克林就 No Tap 了，可是就算 Tap 了也没关系了，才294,000的火力，哎 ，Sparking， 可嘞可嘞，塞 Q 这样，嘛拿来打这种比较旧一点的红区，还算是蛮好打的啦，主要就是因为连接的方面，要不然这一张天津饭轿子啦哈。可以拿去打最难关，可以尝试拿去打，不
过可能 不那么好打了，因为没有什么好的连接角色。1186万，压力压力，这个火力提莫基杀超高确力买吧。最后一轮你的表现就这个样子啊，天长也太让我失望了。杀气功炮啊，不过因为血量比较低的关系，它的威力比较难发挥到完。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就要挂了。嗯，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就收尾吧，也没有东西了。哎，很难蒙看呐、啊，也厉害嘞。我和武道会悟空了哈。到现在才刚刚叠，开始叠被动。那老实说，这个他就像天津饭饺子啦，他也是可以进这个武道会悟空的队伍内吃到200%。可是，在悟空的队伍内啦，吼，是可以把顶上天津饭给煮进来，但是整体因为他只能吃到170%的关系，就有点不够那么的优秀啦。所以要打去打超难关的话，可能天津饭跟饺子这一张。会没有太多的连接可以吃得到，可能跟改悟空连到的话，就是 Z 战士再加上传说之力这个样子，然后精益的速度那些又比较难搞，不属于一张讲很好去使用的啦。像上一届的比克啦，兹比克，只要有那个有抽到 Z 的小悟饭的话啦，吼。就很好用，他们两张摆在一起，哇，直接就是一个无敌状态，一号位、二号位完美。可是这一张的话，只能期望未来啦，吼，有真的再出限定的天津饭，然后可以跟他做到不错，而且还是要少年篇或者就是赛亚人篇那个时期的天津饭才可以。也就是说，可能第一届武道会啦，第一届第一次的我们龙珠故事里面第一次的武道会，悟空参加那次对天津饭的。那个时期的天津，那个是第二次的，第二次 sorry 不是第一次，第二次那个天津饭，才可以，因为后面的天津饭的连接跟这边的连接可能就没有到这么好，就期待未来啦，有一张更好的搭档，然后又是可以排在一号位的，因为像是那一张这一黄金周的那个四摇拳的天津饭，它就不适合站一号位，就连上来，而且连接也不是那么的优秀。就只能期待一下未来更多，要不然就是这一张未来极限再觉醒，可是等他接近界的觉醒的时候，然后这张应该也是不行的了啦。就是这个样子了，我们的天津饭饺子，相当不错了。就火力面上来说，就有一定的水准，防御力也是不错。开完必杀之后，连到一两发必杀，有到70-80万的防御力，也算是好用的。而且这本才开一路，如果后续有开到更多的话，然后会更加的猛。OK，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也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じゃあまたね，拜拜。